大家好，欢迎翻到嚟我哋第二环节嘅探索中东音乐自奏舞蹈之旅。Welcome back to the second part of our show. Before we're going to introduce the next group of performers, I actually want to do something a little bit different. Okay? So we're actually going to interview our musicians. Let's hear them talk, and then we're going to learn a little bit about each instrument. Okay? 有请我哋将会话我哋表演嘅队伍出嚟先。我哋睇完上半場，其實大家見到呢啲樂器係啦，對嘅，圓氹氹嘅啲樂器，其實呢啲係咩東東嚟嘅咧？不如我哋同下我哋啲好朋友一齊傾幾句偈，睇下佢可唔可以幫我哋解釋。首先嗱，我哋而家有呢幾位拎住嘅呢三個係啦，或者你舉起好高少少，係啦，我哋而家介紹呢一個 instrument 先，有請 Monique。這個樂器呢，我們很多時候叫做 Dombek 啦，Dombek 是亞美利亞的名字來的，在埃及呢，這個叫 Tabra， 在土耳其呢，這個叫 Dabuka， 其實都是同一個樂器來的。這個鼓就最主要三個音啦，就Dom Tab Ka， 其實還有另外很多指法的。咁我哋成日中東節奏裏面都會用到麥松啦，咁啊麥松嘅意思就係分開一啲嘢咁樣，咁啊係咁。好 ，thank you， 馬尼。其實我想補充咧，你見到呢個鼓唔係就咁一打就出聲噶，其實每打一個度一個 tap 一個卡都有少少技巧噶。或者我哋好快咁樣示範俾大家睇，好冇？個 doom 其實係用右手一個手掌打開咁樣，係啦，打落去。咁我哋試一示範個 tap 好冇？係啦 ，tap 其實咧，大家會見到喺側邊個 rim 嗰度 ，you have to hit on it， so you can't just randomly just hit the instrument， it's gonna make a sound。It's very technical and you have to practice to get the very crisp sound from the doom back。然後最後我們可不可以 show 大家個卡其實是怎樣的。 Very good， 好，謝謝你。還有一件事補充的，就是我們三位今天彈這首歌呢，其實是大家分了不同的崗位的，因為我們會有時打個 bass 只是打 dum dum tap dum tap， 也都會有隊員呢是會打一個花，所以呢是有分層次感的。 OK， 好，另外一位我們現在訪問一下 Vanessa，你拎住呢個係咩東東嚟嘅咧？呢個一定唔係筲箕啊！大家唔好誤會。大家睇下呢個樣先。OK， 呢個就叫手鼓啦。咁係喺阿拉伯語咧就叫 daf。咁呢個手鼓，咁其實佢你大家睇到啦，佢個直徑同埋呢一個嘅高度係唔同嘅。所以我哋不嬲，如果係個呢個直徑係大過呢一個嘅高度咧，我哋叫佢做框鼓嘅。咁而呢一隻歌咧就呢、這個框鼓係會做一個 base 咁去打咯。不如我哋示範一下俾大家聽，其實我哋呢個聲音。OK。好 ，thank you， 唔該曬 ，Vanessa。我哋而家又嚟到 Helena 同埋 Jane 啦，佢哋拎住嗰個咧好輕巧嘅。這個是什麼來的呢？我們如果中文就叫紙筆，如果英文是 finger symbols， 如果你在埃及呢聽到人家說 cigars 就知道是在說這件事了。我們示範給大家看好嗎？ 清楚是不是？ Very good， thank you。 這個也是可以用來做一個花，大家同一時間打不同的 instrument 就會有很多層次的。其實呢這個呢除了你看到我們伴奏之外呢，一陣臨到 finale 的時候你留意一下 Karen， 她會用這個紙筆呢會跳一 part 少少的最後尾的舞給大家欣賞一下的，也是用來跳舞的。是的，好，最後呢 Jane， 請問你這個是什麼來的？這個呢其實是一個中東的搖鼓來的，中東阿拉伯文就叫 Reed。 它除了好像 Dombek 那樣可以打這個動作之外呢，它也加了這個紙筆下去，所以呢它的音色呢變化是比較大一點的。也都可以大家看到這裡是有一點 finger symbols 傷了下去的，很好聽，我們試一試給大家看看。
事不宜遲啦，不如我哋而家細心欣賞，好冇？